些的关注，其中关于今年他们微观环境变化非常的大，所以在做设计时候，只能用主观的环境去看。那主观的环境就是具体说的比较远一点，比如说风向、太阳、这个四季的过程，台风或者是比较远的房子、比较高的楼房，对于楼房视线可能是不是方便。那周边的话，你就因为他们本身的个性太多元素，我做这件事情去看去看周边的环境，想做一个比较属于内在的环境。那除了那个对外的环境比较直接的问题以外，我当然也是一个主要项目，就是能够把那个两体错开，我们比较能够让大家看起来比较像个小的房子，就是我们思想上的话，有些人不一定能够想象的是住的地方，就是跟外面的这个关系，只要住外面的关系，你喜欢做主角，你在外面，我很喜欢做主角，我在两天前会见到很喜欢做主角，我是最近在想说，毕竟住家对这个社会怎么样的影响很深，我不能说社会就被这种影响之后，它的影响是一个非常被动的过程。但是我喜欢，我那时候想我很喜欢做创新，因为这个建筑主张可以学习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然后我们也喜欢在不同的生活方式里面找出来生活方式，很多的生活差异，很多的差异产生的建筑。那有很多人在讲说做主张是什么时候的建筑的根本，我现在慢慢的越来越是是一个技术，因为在这之前小说里面慢慢建立的是一个自己小说的这个方面，它是一个感受，所以在这一次虽然说小说是一个是艺术的一个东西，如果很简单的在我们生活环境里面去呈现不一样的什么可能，或是类似他们今天的盖这个房子，他们生活非常忙碌，因为他们赚钱可以赚的，也不能赚什么，都不在那里。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你为他们赚了很多的工资，你们就不能赚。我因为在欧洲，我台湾那个做的那个公司，我们这个部门，大概他们是有这个业务的这个事情。这个当然动物他们这样子的他们自己设计的，因为小的公司没有办法很直接的，因为它至少有没有空气的这个过程，那当然这个工作就是我们需求来问他们的资料材料，就是当然这种事情是有这个花时间的时间的事，但是有什么时候我们就可能来做个选择，所以这是个选择，都是可以做事，但是我希望我建立公司之前，我们是用到纯正的纯道理的，就是他们跟我解释，他们尽量在我们如果是在他们公司的上面，他们跟我解释，是一个可以帮助的事情。在你们干的房子在施工上面，你们的工况啊，这些经验都遇过吗？因为跟他做过两次，所以在释放的时候，还是跟这个项目出来的是一个问题。当然，细节问题很多，不一样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条件，那窗户的形式，这个房子跨度，然后还有一个过程。当然，这些都是项目的这个经验，但是你做什么工作上，有没有什么冲突，你自己的清楚，有没有关系？对，以前这个问题想跟大家讲的是。这个从上到三分钟，所以他参与到的工作就很久，所以你的事情好像完全在那里做，这种工作就是非常。对外国来讲，区跟空跟间是同一个事情，就是要在那边用自然去创造一个意识的区空间，把这个意识的区空间融合变成一个意识。一个可能，因为在一个外国的一个
就现在中国是政治的意识形态是比较少被讨论，尤其在中国，在苏联，不是在中国，就是在苏联时代，他的苏联人并不是他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的苏联人不是很清楚，一些历史的时候，他就说他的 precision 是在哪个词？这个是不是是因为我们确实进去的一个过程它大部分是因为没用到的东西，所以就介绍这些东西是介绍的是剩余的东西，就是这是我们意识到的虚空间，被创造出来的虚空间，但是我觉得比较有可能出现的地方，比如说就像三千万来说的时候，它不够让大家意识到这个事情，就他会把所有东西带到一个中间去，因为我知道他有时候是很多人说的是非常乱的，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去写过什么东西，所以说这个是他们在意识到的差异，但是可是我们没有什么知道这个事情，这部分我们再来讲讲，就是我听接下来的三分之一是我想就是不是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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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在这个文化跟工业里面就是一层一层，那我们不管什么情况下它可能会产生一个层面的事情，因为台湾这些人在当地做的是一个很确实确实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去在那做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这些从这个事情上是真正的一个事情，我们是发不对，因为就像我们两个操作过程它实际上有时候会被这个层面去影响，有时候你要借这个时间去把这些正面的可能去发展，因为如果是发展的可能，那第四点是很棒的事情。那人家需要的是你对他有正面态度，你有一个需要，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想法还是去做一个成绩。那我觉得我刚刚讲成绩，就说因为中国人带动去发展问题，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编制，就是做这些造成这些文化的差异化大。你觉得是会更清晰，因为各自性格更彰显，就是在就是就是在我们被问的说是不是这一切我们可能这个特殊事情会被意识到，但是慢慢变成商业产品中的一部分，慢慢变成不商业的一部分，就是那种可以去做到的事情，因为会说我怎么样做的是我其实的工作的做的东西，就像他们的非常有形象的就像我们的职业人员，那他这些生活差异会慢慢慢慢变成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我们是相互的产品，这是一个事情，所以它的差异是很多，就是因为我们做过事情，我们做过这样做是一样的事，它差异是很多，而当你超过四五十岁的时候，那个差异是不是在我们发生的是什么情况，是我们是什么样的，我差异性是没有问题的，我认为我感觉我的差异性就是听得进去，听得进来某些区域的一个自身的关系，那个自身的关系就是我真是很好的一个我的爸妈的关系，因为他们的教育他们在一起一直坚持的关系，我会被这个其他的事情，所以像你讲的，